大家好，大家有冇遇过咧？屋企电器产品损坏咗，会唔会当时觉得好彷徨，唔知揾边个嚟维修呢？今次客人咧就住喺土瓜湾，喺 Google 咧搜索风扇灯嘅时候就揾到我哋公司，想亲自咧上嚟我哋湾仔1800尺只此一家嘅陈列室咧，感受一下咧飞利浦 FC570 呢一个风扇灯嘅风力同埋光度嘅。经过 Tommy 师傅嘅详细介绍咧。客人咧就选购咗两支飞利浦 FC570 伸缩风扇灯啦，我哋即刻去边咧睇下装咗出嚟嘅效果系点嘅啦。客人嘅客厅同埋饭厅各自装咗一把 FC570 风扇灯。飞利浦咧呢一个风扇设计咧简约，线条简洁，非常之容易融入一般嘅室内设计当中噶。风扇咧采用伸缩式设计。唔启动风扇嘅时候咧，系一支明亮嘅灯具。另外咧，呢个风扇咧系采用 DC 摩打，风扇咧只要正吹、逆吹，夏天咧可以配合冷气机，秋天咧可以配合放湿机，冬天咧可以配合暖风机，春天咧可以配合抽湿机，一年四季咧都可以为你打造舒适嘅环境噶。由于咧客人系安装咗两支 FC570 嘅风扇灯。到咗夏天嘅时候咧，客人更加可以设定咧，将一个风扇系向上吹，一个咧系向下吹，将冷气咧有效运行整个客厅，可以做到咧悭电又环保噶。但系安装咗一日之后咧，其中一把风扇咧就出现咗一啲奇怪现象，唔系好受控制。客人咧就 WhatsApp 联络咗我哋客服，呢位客人咧非常之聪明，使用咗咧影片。好清楚咁样咧，表述咗产品问题嘅所在，使到咧我哋公司可以更快同埋更精准咁去帮客人进行维修服务噶。以下咧就系客人提供嘅影片片段啦。由于咧产品系同我哋 TY Lighting 购买同埋安装啦，参加咗我哋嘅 TY Lighting 全方位安装保养服务，呢个产品咧就会有30个月嘅零件加免费上门维修噶啦。我哋 TY Lighting 咧系飞利浦香港 A 级指定零售商，所以咧会有足够嘅后备零件嘅存货。我哋咧当时收到呢位客人嘅通知咧，第二日咧立即安排师傅咧上门帮客人维修翻产品。有咁优质嘅服务，大家绝对识得拣啦。Tommy 师傅咧听过好多客人反映，坊间咧好多讨论区或者其他公司咧都会讲到 LED 灯咧系唔会坏嘅，但系咧 Tommy 师傅想喺呢度咧重申一次，所有咧需要电力驱动嘅产品，包括电视机啦、冷气机啦、洗衣机啦，甚至过百万嘅电动车咧，都系会有坏嘅一日，只系咧系唔知道边一日嘅啫。所以咧，產品嘅保養服務咧，就係令到客人咧唔使承擔呢啲不確定嘅因素。因此，一個完備嘅保養服務咧，就會嚟得更加有價值啦。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咧 ，TY Lighting 嘅全方位安裝保養服務咧，咁就唔好猶豫啦，快啲上嚟我哋灣仔門市睇下啦～